今天聊国际，我们要大家聊什么呢？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之前我们为大家报道过，这个习近平竟然访了人民银行，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增发了1兆的国债。我们先来看到国债的部分好了，在10月24号呢，国务院增发了1兆人民币国债计划通过，要怎么用？要安排给地方政府。尤其我们知道，今年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地方都出现水灾的情况，当然，这个要重建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所以这1兆元要怎么花呢？预计5000亿是在用今年，而在2024就是把剩下的5000亿给用掉，主要是用在天灾重建。但是到底能不能透过这个国债的计划来改善他们经济的颓势？其实现在正反的意见都有哦。像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了，1兆人民币只占了中国的 GDP 不到1%。其实你要说创造什么样的经济优化的情况很难，甚至他也跟2008年的经济危机来做比较，他说当时那个力度才叫大呢。再让我们来看到 CNBC 说，其实这笔钱用在地方还不错啊，对于地方的经济的复苏转型，在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也有助于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甚至对绿能还有高端制造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刚我们提到了习近平不但访了人民银行，也去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到了这个外汇管理局，就要了解了3兆美元的外汇存底的细节，将开闭门的金融政策的会议，这个未来的潜在政策方向，大家也都可以来持续观察。不过关心完中国大陆的经济哦，当然政治层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经传逝世的消息，享受68岁。当然现在中国大陆政局非常担心的是余波荡漾，尤其现在网上流出有很多大学都被通知是禁止举办线上或线下追悼李克强的活动。你的68岁啊，真是干死人的事啊。一名八旬老翁在祭奠李克强的现场泣不成声。你没有变啊，你没有注意啊，怎么突然就死了？中国大陆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一开始只在他的故居安徽合肥，3天之内扩大到多个地方，尤其河南郑州。革命，下面郑州。这在郑州的千禧广场，民众立起了李克强遗照，围绕着大片的花海跟大量的追思卡片，有人写下“人在做，天在看，终究会滚蛋，集权独裁必将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同时，不止在郑州，在成都以及福州的公园都有成堆的悼念花束，但是根据留言，当晚就被警察收走了。而目前在郑州花海还没被撤掉，但周遭却临时安装了多支监视器，疑似专门监控追悼的民众。校园方面，香港大学跟南京大学都有学生献花跟点蜡烛，因此让官方绷紧神经。根据海外社群 S 平台，上海的交通大学党委办公室要求做好近期的校园维稳，坚决不允许任何线上线下的不当言论，密切留意校园内任何聚集性的悼念活动。山东某大学同样禁止，而山西某学院更说这是敏感的政治时期，甚至传出有人预约参观天安门被约谈，建议最好不要去。而根据 BBC 指出，北京当局对于将举行的李克强官方仪式预计非常谨慎，以免稍不慎引发过多同情，与当前政府的路线相冲突。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在台湾选举的敏感时刻，傅志刚也无预警地遭到中国大陆调查，但学者认为说可能会轻轻放下。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政治的原因来解读的话，第一个，某种程度会让所有的台商有关总统啦、立委的捐赠可能产生一点作用。还有，其实现在台湾在讨论的就是蓝白合嘛，现在中国大陆当然非常希望这个非绿集团的有效整合，但如果郭台铭持续参选的话，真的
会加大难度，所以他是认为这当中比较吊诡的地方，还有不排除有可能跟中国大陆的经济是有关系的，尤其是房地产不振，很多的地方税收也都不好。所以根据这个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张五月的看法说，这一次调查富士康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贺祖最后呢应该会轻轻的放下。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呢，其实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范古本身是非常具有艺术特质的一个画家，他的画作当然非常精彩，但是如果我们透过 VR 更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范古的笔触像是他的正字标记，点点油彩，大胆冲突，即使不兼容当时的审美，依旧坚持描绘他看到的世界。这幅树根错节盘根，柔合出范古的心有千千结。有人形容这是幅彩色的告别信，的确，这也是范古的最后一作。田园风光、人物速写，这些风景都来自于范古人生的最后两个月，即使饱受病魔摧残，却是最多产的时刻，每一幅都像是留给世界的情书。另外一个了解范古的途径呢，是利用 VR 眼镜，现在我们一起来进入他的世界。可以摸到这个颜料，哎，立足范古的调色盘，我们走进画作里。麦田群鸦变成色彩风暴，或是跟着树根陷落地面，感受绝望与不安。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整个人下降，然后就是往上看那个树啊、树根、树茎的那个地方，就会觉得就是其实人是很渺小的。真的是贴近的在看，好像我在创作一样。其实我刚刚看的时候，我真的起鸡皮疙瘩。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可以了解，感觉他可以了解他在创作时的那个心情，这样就是你完全可以摸到他的笔触，然后又可以再创作出东西。把平面画作打造成360度无死角的沉浸式体验，视角置换更能感同身受。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破天荒公开展出范古人生最后两个月的73幅画作与书信，更与 Vive Arts 共同合作，邀请民众走进范古宇宙。So this is part of our DNA. We have to be innovative, as our painters were innovative, as our century was innovative. We don't want that this exhibition is seen only by those people that come to the museum. We know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teres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about Van Gogh, and they would love to be part of this unique moment. We cannot do it physically, so we have to do it digitally. That's why we wanted to organize a VR exhibition. 除了虚拟实境，就是 VR， 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尤其在表演艺术上面，其实对于混合实境，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当然也是因为硬体技术的这个提升，所以可以做到很高画质，然后非常融合实景的一个表演形式。结合科技，所以我们在将来的案子当中，我们就会开始运用这样的技术，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内容。那主要是以混合实境，也就是结合真实的表演、真实的场景、真实的舞者，然后再搭配所谓虚拟的这些内容跟互动。艺术为体，科技为用，用艺术家的创新视野突破虚实藩篱，看世界。TVBS 新闻，欧国强、彭志宇巴黎采访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